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看今天的《斗阵来公告》，我是陈生。今天咱继续来看从阿带来的穆桂英下南洞。咱顶一回看到，这杨文古啊主动请缨，要去对战这万红玉。杨文古在战斗当中打死万红玉的神鹰，所以万红玉的这个药粉伤到伊的目睭，啊，一时吼伊物件拢看袂清楚，好万红玉。对山啦，未是这方向。两个人一前一后来到破庙内底，伫咧庙内，两个人啊拄着真正李治平。那这杨文古为着保护这个万红玉，杀死李治平。万红玉啊，总算是知影杨文古啊无名顶替的这个内情，伊主动提出要劝伊的老爸到底哪来归降这宋军。哇，这个万红玉啊是。真好诶吼！那这个故事说落来，给安怎发展呢？咱国进来看。讲天说皇帝，讲公公家咧，各乡亲时代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今日咱就继续来讲穆桂英下南洞的评书故事第34回。啊，咱顶声讲到。当杨文古偷过迄块破刀位去看去，万红玉被李治平给淹倒在地，准备要对伊去治国神的时阵，会出有一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江湖气概。杨文古马上就为刀卡钻出来，一剑去结果了李治平的性命。这万红玉感念杨文古的救命恩情，就对伊讲，想要反上南唐来归降宋军。这杨文古一听，就真欢喜的讲，哎呀！那是万小姐愿归降我军，那就太好了。将军，我有一件代志，唔知啊，通讲啊，唔通讲。小姐，你有甚物话，真讲不妨。杨将军，我李治平已经被你杀死，这条代志，那比何王李清知影，伊绝对是袂善罢甘休。搁再讲来。咱两人也在这破庙之中相处了几面远，此事若是传扬出去，我万红玉就是跳落去黄河也说不清。农家愿意将终身大事来匹配乎你，唔知影将军你的意思是？讲完呢，万红玉一个头是甲刺刺刺，一个面啊也是甲红叽叽，迄念当时迄是歹势甲强要死，什么？这面对着这突如其来的幸福，这时的杨文古，伊确确实实是无甲半点的准备。迄一时间，迄规两个人也拢就算戆影去，因为伊的出手相救，完全是出有一种真自然的反应。所以杨文古伊怎样也无想到，万红玉竟然会因为这条代志，就想要来嫁乎伊。小心了一万年啊！杨文古是有着一支苦瓜面，安尼左右为难的，甲应讲：万小姐，是我军嫉妒严明，我若恁唔珍惜车，乃是死罪一条。啊，若无，就等我回营去向武帅来禀明原因，再来做决定。你看怎样？好，那呢，奴家也回关去苦劝爹亲。来开声导航，啊，若是讲，穆元帅伊同意咱两人的婚书者，你就来上峰山找我，奴家等你的好消息。好，那就一言为定。两人互相约定了后，就斗阵将李治平的尸体甲扛出庙门外，起落到一条天桥底，然后就各自的拍马离开。讲万红玉一倒去到上峰山的城内，伊就匆匆忙忙的来到了总兵府，来见着万寿的面。万红玉就讲啊，阿爹，我有一件真重要代志，要来甲你参详。哎呀，查某囝的，阿你总算是倒来啊！为父我还搁伫咧担心讲，你是去了神鹰，可能会拍袂赢杨文古迄个臭小囝呢。嗯，平安倒来就好，平安倒来就好。有什么代志？做你讲不要紧。这阿爹，说长讲话有所不便，不如你就带女儿来书房，我才详细来讲给你听。这万氏父女一来到了书房，万红玉伊就叫老管家万安去古店的房门外，不准任何人来跟因交叉。
将这房门关好势以后，万红又是哭个凄凄惨惨，目屎淋淋个。啊，万秀就问啊，查某囝，啊，你到底是安怎？敢讲是有人甲你欺负？弟啊，你别都会知影讲，迄个南庄的李志平，竟然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禽兽。啊，李志平，查某囝，啊，你这话到底是怎样来讲起的呢？你阁讲较详细淡薄。弟啊，你敢会知影？努力我，看万芳玉伊一边拉哭，一边就将伊去堆杀杨文举的途中，伫咧迄座破庙去拄着李志平，含甲杨文举出手相救的所有经过，一日拢讲出来，予万寿知影。这万寿一听，迄是病头摇头讲：“我唔信，我唔相信，殿下伊是一个文质彬彬的小生。”还要倒会做出这种无理之事？是啊，李志平是文质彬彬，啊，我看伊是打屎无头啉。这万芳玉就继续讲：“阿弟啊，敢讲查某囝是会讲白贼话来欺骗你是无？”哦，啊，若按照你安尼讲来，之前来甲我磕头叫我岳父迄个少年家，就是杨文举咯，无唔对。看伊个李志平根本就是一个低狗不如的精神，杨文举，伊才是一个真正英雄好汉。对啊，事到如今，我才看清楚李青，只是伫咧利用咱俘虏，为一定守在这上峰山，替伊卖命而已。你千万唔通被伊受骗。对啊，其实你讲带来个如你相亲的人是杨文举。那就证明阮两人有缘分。搁再讲来，杨文举来到上峰山之时，也拜见嗲亲叫岳父大人，你也叫伊是贤婿。当时我在病房后面也听个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对啊，无论如何，查某囝一定要嫁予杨文举，来归乡大宋，还出南东。什么？这万寿一听，迄头壳嗡的一声，严东西是气甲热血攻心，只看伊一手去捂着心肝头，一手就去举着万芳菊，敢袂讲呸！体质的肌肉，又多是一刀不配两虎，忠心不属李主。想将来殿下一旦继承了王位，你就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王后，敢讲？这条婚书会乎你吃亏是无？我跟你讲，只要我咬一口开滴的，就免想要叫我来答应你甲杨文举的亲事。这话一讲到这地，气甲一支面啊红光光的万寿，伊就飞出宝剑，刺向了万芳玉。当万芳玉是拍开房门走出书房的时阵，这万寿也雄雄光光的跌伫咧后面接出去。阿祥知影，伊一个无细里煞去踢着河顶，人一冲出去，煞失去了重心，头壳前当当去磕点的门下口的石条顶面，迄几两工血是直透透无停。当老管家万安去看到这个场景，就赶紧话讲：“小姐，小姐，你紧倒来啊！老爷伊跋倒，流甲规面全是血啊！”这万芳玉一听，就赶紧挖刀来到书房这位。但是，当伊将万寿给扶来到身边的时阵，万寿也已经是一命呜呼哀哉去了。这万芳玉哭着：“爹，爹，我可怜的老爹亲啊！我想到。”你会因为开顺宋坤的这件代志，就阴差阳错离开了人世间。阿爹，努力该死，努力对不起你啊！在看到这番凄惨的场景，万安就来个安慰讲：万寿自真早时阵就经常要游行，呕心肝疼的老毛病。
啊，要讲万寿的病情，那要用咱现主席的话来讲，就是万寿伊底有高血压甲心脏病，啊，所以万寿的死也袂用完全去怪点的万凤玉的身顶。想了一帮年啊，万安就继续安慰讲：小姐，七人讲人死不能复生，你搁再伤心也无路用，也是先发落老爷后事要紧。万老伯，想我阿娘早早就过身去，我自细汉就甲阿爹伊相依为命。今日我阿爹为我来死，从今以后，皇叫就无亲人啦。你讲，我从来是要怎样办才好啊？小姐，想咱望阳国过去也是大宋朝的臣民。依照老罗看来，你应该就弃暗投明，去跪在木棺衰掌下为国效劳，这是唯一的选择。那我阿爹后事应该就怎样处理？这小姐，啊，若无等天光的时阵，我就去大街顶买一壶啊棺茶，咱先将老爷的尸首甲收殓入棺。暂时甲客在后院，莫管谁闹门去，你就甲讲，老爷伊回望阳国去接老夫人，日后才找机会来对伊讲出事实。你看怎样？唉，事到如今，也只能够行一步算一步了。啊，咱故事搁翻开恁转，简单的来甲大家讲，阳文国伊一刀去到宋军营。就将伊伫咧破庙内面所发生的经过，全部拢讲出来，予大家人知影。一摆献王一听，当场就退木归英来答应两个少年人的婚事。就安尼呢，隔日一透早，姚文古伊就拍马来到上凤山叫阵，目的也就是为了进前甲万凤玉两人之间的约定。大家来看这边的上凤山社官，当万凤玉去见到姚文古的面。伊一下就知影，这条婚书十有八九估计是会成。就安尼呢，看因两人互相点头，做了一个暗示。万凤玉即刻就命令士兵拍开城门，来迎接穆桂英的大部队。在细堂顶面，万凤玉也伫咧杨文举的引荐下面，就一一的去拜见了所有叫得到名利的大帅将领，甲八贤龙、后谢禄太君。一番简单的礼仪过后，穆桂英就问啊：“万小姐，为什么无看见万老将军呢？”这细堂下面，万凤玉是感到强强要流出来目屎，对穆桂英讲：“穆元帅，我阿爹去望阳国接我的母亲，伊叫我先将大军接入关内，一切听从元帅安排。”哦，难得万老将军如此的用心啊！这个时阵，看八贤龙伊一支锤也是笑干那发假讲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哎，无冤衰啊，这万事俘虏，明是非，识道理，一定县官导航，这乃是五祖之兴，五祖之兴啊！看这两个少年人是英雄美女，天生一对，今日啊，赵本王做主，先让这对新人拜堂完婚。但万老将军啊，接夫人到来之时，咱再来补办宴席。你看怎样啊？那此事全凭八千岁做主。来人啊，速速收拾洞房，下官带我上灯夹菜，准备拜堂成亲。讲杨文古将万凤玉给牵入到新娘房了后，伊就去听到。这房门外有一挂奴才查某干，那是安尼十吹九卡床伫咧厉害讲。这万凤玉伊为了要嫁入天波府杨家，竟然去杀死因老爸万寿，还佫将尸体佮客店伫咧后院，啊，这个查某人，迄家的这尔啊无良心。这杨文古一听，迄心内就暗暗的伫咧想，有道是无风不起浪。万凤玉自开城投降以来，一直心事重重，是真是假？待我前去一探
便定。一想到这地，姚蒙古一拍开房门，就快步来到了后院。当伊一脚滑入河顶，举头一看，心内咯噔一个惊啊！啊，为什么台面揢着一颗棺材？暗道顶还有一张半烧的遗像。这啊，原来伽罗所讲的话全是事实。嘿，万方玉啊，万方玉，你这个虚华的女性，今晚我绝对袂放你好食困。就安尼个，这怒气冲冲的杨文古倒来到新娘房，就唔情唔愿去掀开万方玉头顶的新娘被，大声的质问着：“呸！这人，我来问你，你阿爹的人伫咧倒一位？”这。我阿爹，伊在哪里？你到底是要摸个地东西？这人讲啊，阿人较捌姚胖，怎？毕竟也是包袂掉黑。看这时的万红玉，伊鼻啊一个酸，伊时间是哭甲目屎四淋，所以讲，这个老家一倒来到上红山。就对我阿爹提起县官投降之事，想知影，我阿爹伊太过有种，唔肯答应，一怒之下就加强要追杀罗家，无顺利去踏着书房的火顶，才去吸死在石条顶面。啊，看这万凤玉的话就讲阿未了，油门骨一撑手就是啪。一边一下去扇着万凤玉嘴皮，甘咪讲：“呸！像你这款恶毒的女子，那嫁入我天波府杨家，也只有下败我杨家的名声。出去！你甲我出去！”这讲完呢，姚文古是连拖带扣的将万凤玉给杀出外面，真是可怜！可怜这个万凤玉，伊为了归顺宋国。不但失去了上帝至亲的老爸，这阵阿哥就和杨文古来解伊误会，这真正是真心唱，予人羡慕啥物。最后只落得孤单一个，看万凤玉伊一手去扶着门框，这便是哭甲目屎淋淋个对杨文古讲：“杨将军，我万凤玉今日所做之事。”所讲的话，对得起天地良心。既然你唔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，那我也唔搁再讲了。将军，请主去保重。就安尼呢，这个伤心欲碎的万凤玉，伊就倒去到东跨院的绣楼，脱下这皇冠下披，换好了剑盔剑甲，夹起了兵器，落楼去买条砍出剑尾，就安尼无做无声离开了上红山了。啊，咱阁续落去讲，隔日早起，一个干兵就来到了水堂报功。伊捧水去新娘房，要给新郎新娘洗手面之时，才发现万凤玉伊并无伫咧房间内面。穆桂英就问啊：“什么？洞房之中不见新娘，那新郎呢？房内也只有高爷一人而已。这就唔对了。去，你紧去叫新郎过来见我。”公爷就在这当时，姚文古是接到一支歹面手，安尼拗头拗面的来到了水堂。这穆桂英一看，就起身甲问讲：“文古啊，你的面相哪会这尼啊歹看？凤玉的人呢？”“哼，不说，那个心胸手软的女子已经被我甲赶走了。”“什么？拄则带入门的新妇，就被你赶走了？”究竟是为了啥因由？这杨文古呢，伊就将咱之前甲大家人所讲的经过，就啊对穆桂英讲了一回，并且一口咬定讲，是万凤玉为了要嫁入杨家，才会去将万寿抬死。唔是，这条代志根本就唔是像杨文古所讲的安尼。看这水堂外面，老管家万安是一边喊着冤枉，一边就冲入到水堂之中，双脚。
扑通一个跪，就口口啼啼的对穆桂英讲出了整个代志的过程，并且讲将万寿的尸首给刻在后院，是伊所出的主意。在大军进城了后，万凤玉就阿伯讲明原因，这八贤王就赶呼呼的叫因两人去拜堂成亲。这阵唔只引起这无必要的猜疑。万安继续讲啊，穆万岁啊，是阮小姐为了尤将军，伊不但去得失着南唐，还佫失去了老爹亲，想伊孤身一人流落在那荒郊野外，孤木无亲。万一若想袂开，有一个三长两短，这是要怎样办才好呢？错位动真，老奴家用性命来做保证。这幽门阁一听，头壳嗡的一声，一时间是甲万心出命去对着心肝，雄雄退去了两大步以后，险险就摔倒剩下。看这时，穆桂英就讲：“万安，你先退下，本帅自有打算。”万安出去了后，穆桂英就骂着：“叶叔，你这个成事不足的小奴才！”为什么无要问一个清楚，就将万寿只赶走呢？这幽门阁知影家己去做唔对代志，就赶紧跪落去讲：“不说，害你已经知错了，请你原谅。”呸！那个这么不恶，你这阵才来认错，搞什么作用？你安尼做，叫我穆桂英是要怎样对得起死去的万老将军？啊，我几点遐创什么？啊，唔赶紧去将万小姐给我找倒来！遵命。这幽门阁一声答应，是刷着起身行出细堂，到家己的房间来，换好了一身的武装，夹起兵器，就拍马出了上峰山的东城门。这出城以后，幽门阁是为透早起一直找到日头落山，找到嘴大喉阔，腰到腹肚痛加食。但是，伊怎样就是找无着万凤桥的人，到底是伫咧倒一位？忽然间，幽门阁就去听到，好像伫咧什么所在有和尚伫咧念经卡哭的声音，佮顺着这个声音向前行去有一条路，幽门阁就去看到，伫咧对面的山头。竟然有一间寺庙，这幽门阁心内就想啊，想伊行去这么远的路，是腹肚早就腰骨咕咕叫，啊那无就去庙内讨一寡食的物件，先借宿一下啊，等天光再过去找找万凤桥的下落。就安尼呢，看幽门阁一来到寺庙面前，就落马去敲门，内面有人无？仔细看去。一个小和尚就开门出来问讲：“请问施主啊，啊你这暗啊来阮家要做甚物啊？”“哦，小师傅，我是一个过路人，想要来甲您借宿一下啊，唔知啊是唔是会方便？稍等者，我来去向师傅通报，随后就来。”这讲完呢，那小和尚伊就挖入去庙堂的后院。对一个生在那凶神恶煞迄一般模样的大和尚讲：“哎，师师，门下口来了一个将军，看迄个装扮，好像是宋国的人呢。既是如此，那你就带我来去看卖者。假使讲，伊真正是穆桂英手下的贱将，稍等者，你就见机行事。”是。两人参详好计地以后，那个大和尚就行出来对幽门阁讲：“阿弥陀佛，这位施主，民众看你气宇非凡，并非是一般的普通人物。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啊？”“这不瞒师父，我叫幽门阁，是荆南元帅穆桂英的儿子。”“哦，原来你就是宋国的大将军。”天破虎杨界后代，哈哈哈哈！敬仰，敬仰咯，哈哈哈哈！看见妈妈，杨将军你来到我这间小庙，真是使我这小庙精光不少啊！杨将军啊，
那无去嫌我这间小庙设施简陋，饭菜简单，你就随我入来。岂敢岂敢，那就多谢师父的庇佑了。这大和尚从幽门阁甲引入到后院的禅房以后，就筛了一个白色，吩咐小和尚去旁来了茶水甲饭菜。这幽门阁就问啊，请问师父你的法号是怎样称呼啊？哦，是安尼啊，我这间庙叫做剃不死，大家拢称呼我是剃头和尚。因为小庙坐落在这密林之中，平常时也无什么香客，啊，只有我甲二十几个徒弟，每日伫咧念经拜佛尔尔。杨将军啊，你深夜到处又往哪里去啊？哦，我是要去找一个人，才来到贵庙。请问师傅，你敢有看见一位女子对这境界？迄个是无咧。啊，那无安尼啊，杨将军啊，你先食饭，应该就好好休困，并且呢，这就替你去向我迄几个徒弟，佮问较详细。那就有劳师傅了，杨将军，请慢用。讲完呢，剃头和尚伊就转身走出禅房。那么，这个剃头和尚伊到底是甚物代志？幽门阁伫咧这座剃不死，究竟是去拄着甚物代志？亲爱观众朋友，因为咱节目时间的原因，今日讲从下就先为恁来公告一下，咱下回再会喽。好，感谢聪啊，今仔日的故事先为您讲到这。观众朋友，感觉这故事真精彩无？有观众朋友啊，咧甲阮讲，莫怪因这个人物啊是女中豪杰，这巾帼英雄啊，非常介意这个人物角色的这故事，陈生嘛非常的介意，感觉伫咧这位女英雄的这个身躯顶，会当人看到真侪真美好的这个品质，也够伊的勇气。好，那若是恁想要知影这故事所来的安怎发展，请继续锁定阮斗阵来广告，咱斗阵就用看落去。斗阵来广告，每一日拢带予恁精彩故事。好，那接下来时间，咱想看来用闽南话读故事。唔知影讲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会想用闽南话读几段故事安尼？今仔日的节目就恁播送到这，感谢恁的收看，再会。夜泊，宋·周密。密陵风来翠龙霞，楚君回水锁心蛙，酸土不输松河叠，难追东风野初花。夜泊，宋·周密。密陵风来翠龙霞，楚君回水锁心蛙，酸土不输松河叠，难追东风野初花。剃头师傅，你心胸难同，本龙真是三生有幸，三生有幸啊！啊，唔知影，你今日带来的礼物是月饼王爷，并且今日得向王爷来进献一个活人。啊，打这都更加新鲜，看这时的李青是一滴灌溉功。活人，那伊到底是谁啊？是蒲桂英的第二个家人幽门阁。什么？蒲桂英之主，伊怎样去落在你的手内面呢？王爷，是安尼啦。咱在看这剃头和尚伫咧皇的面前。